所有的所有的会来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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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中跟大家服务。那俊豪也保证哦，在未来在议会，俊豪绝对会努力用我自己的力量，用自己最大的能力，为各位争取更多更好的资源，来结合我们所有的民间团体，结合我们所有民间力量，为我们各位乡长辈带来更多更好的福利，做更多更好的事情，做更多更好的服务，让我们的未来，让我们未来的日子都能过得更好，让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更好。那俊豪最后祝大家在2015年新的一年羊年都能事事顺利，事事顺心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俊豪市议员，他很棒哈。他这个大概将近快一年的时间，我们本会台湾建中终身公益协会，我们每个月在中立发放物资呢。俊豪跟他的爸爸，我们前立委啊，前委员啊，都跟我们一起来发放哈，来协助这些弱势团体啊。我一直各位移动给他到账的哈，像他又有捐一些东西给我们。不满意啊！这个非常谢谢啊！这个三金，这个来造福了所有的乡亲长辈好朋友。那在这边呢，也要再一次感谢大家给俊豪很多的帮忙、鼓励、支持哦，才有机会追随理事长跟各位好朋友啊，为地方人来服务、来打拼。那么新的一年呢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、事事如意。再次感谢大家，也预祝今天的盛会顺利圆满成功，大家平安健康快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再一次的谢谢我们。就下面这边有很多，就是我们原本服务观音乡的民众。好，那这之后观音乡民众如果有任何需求，在我们观音乡有特别成立的在地的中心来为大家做服务。那大家有相关的一个资讯需要的话，我们先送一个社摊，那大家都可以去索取。
做更多更好的服务，让我们的未来，让我们未来的日子都能过得更好，让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更好。那俊豪最后祝大家在2015年新的一年羊年都能事事顺利，事事顺心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老俊豪市议员啊，他很棒哈。他这个大概将近快一年的时间，我们本会台湾建中终身公益协会，我们每个月在中立发放物资呢。俊豪跟他的爸爸跟我们前立委啊，前前委员啊，都跟我们一起来发放哈，来协助这些弱势团体啊。我一直告慰，一路给他到山的哈，就是农民有捐一些东西给我们。不管不管，这个非常谢谢啊，这个三星这个来造福了、啊、所有的乡亲长辈好朋友。那在这边呢，也要再一次感谢大家给俊豪很多的帮忙、鼓励、支持哦、啊，才有机会追随理事长跟各位好朋友啊，为地方人来服务、来打拼。那么新的一年呢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、事事如意。再次感谢大家，也预祝今天的盛会顺利圆满成功，大家平安健康快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再一次谢谢我们。所以我相信这边有很多就是我们原本服务观音乡的民众。好，那那之后观音乡民众如果有任何需求，在我们观音乡有特别成立的在地的中心来为大家做服务。那大家有相关的一个资讯需要的话，我们先送一个社摊，那大家都可以去索取。